一清早，掀开窗帘看看，哇，窗上已洒满了水珠，啊，好极了，又是个下雨天。一般读者与齐君的结缘，首先应该是建立在中学课本所选录的《下雨天真好》和《记》这两篇文章，都选录自齐君在53岁那年所出版的《红纱灯》。齐君本名潘希珍，民国6年出生于浙江省永嘉县，毕业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民国38年来台。在高检处担任记录书记官，后来转任到司法行政部，也就是现在的法务部，担任编审科长。这一年，齐君发表他在台湾所写的第一篇文章《金盒子》。此后创作40年不停辍，已有包括散文、小说、论述、儿童文学、翻译文学等等著作近50本。齐君自法务部退休后，任教于中央大学和中兴大学等校，创作与讲学并进，为文坛与学界培育了不少人才，也增添了许多动人的故事。会写作的人很多，齐君在大家的心目中分量却很不一样。2001年，齐君的老家渠西镇政府为他修葺了故居，并成立齐君文学馆。在台湾更有高等学府为他设立了专业的学术研究机构。2005年，国立中央大学成立全球第一个齐君研究中心，深入探讨齐君的作品，并举办齐君及其同辈女作家学术研讨会，大规模而全方位地研究齐君文学的价值，并进一步为齐君建立他在台湾文学史上的地位。一个作家能获得这样的荣宠并不多见。关于这些，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李瑞腾先生努力最甚。齐君其实也不属于中大，其实他是属于所有华人世界喜欢文学、喜欢齐君的人，他的东西已经变成了一个公共财产。有人说，因为听过齐君的课，所以更爱文学。大部分的我们无缘与他同行，不过如果打开你的文学记忆库，一定早就有齐君这个档案存在了。我也是。那是陈年往事了。在我高中时代，为了编辑校刊，曾经写了一封信向齐君邀稿。那封信你相信吗？齐君一直珍藏着。我们在他的书信里面曾经看到过一种记录，他当别人问他说，为什么你总写那些美好的东西，齐君说，人生已经太悲苦了，为什么还要把那些悲苦的东西写出来，让大家一起悲苦呢？换句话说，他自己意识到这个问题，而不是无意识的。他意识到人生有很多悲苦的东西，而文学应该扮演的是让人比较欢乐的这个部分。那这是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这他的个人的写作的一个理念，或者在这个理念会形成他个人的风格嘛。阅读散文几乎就是在跟作者做朋友，阅读齐君。最可贵的就是透过他不同时间不同阶段的书写，可以看到他生命成长的轨迹，看他怎样去面对困境，怎样退思修为，再看他怎样在世事洞明之后还能对人间充满了许多的爱。阅读齐君也很像翻开一册旧相本，泛了黄的照片承载着一幕又一幕的记忆与怀念，
故事里似乎温馨中藏着悲怆，然而齐君总能够用他醇厚大度的文笔跟智慧去宽容那些令人伤心的往事。我们所不理解的齐君其实相当多啊，那譬如说啊，他隐藏自己的生命里面比较憋苦的那个部分啊，那这个隐藏的这个部分其实他辗转借用文学的那种方式其实也寄托在里头了，但是呢他因为他自己本性的良善，所以他经过了处理，所以我们要去了解那个比较深层的生命的痛苦的那个部分，可能要花了蛮多力气，好像去拨开云雾一样，可能才能看到他生命里面有一部分是很欢乐的部分，但是也有一部分是比较凄苦的那个部分。那凄苦的那个部分呢，一般来说啊，因为他自己把它淡化了，所以我们感受不是很深刻，但是当你把它还原到那个整个时代的脉络，以他自己生命的历程的时候， 你是可以感受得到的。齐君有这么豁达的人生观，处事态度圆熟而又自得，写出来的文章自然笔锋带着感情，所以写作不久他就多次获奖。我们所熟知的红沙灯就是在1970年获得中山文艺奖的。好漂亮的红沙灯哦。这一个红沙灯啊，是外公亲手为他糊的，是要作为引领齐君迈步向前的希望象征。对于齐君来说，外公阿荣伯伯、父亲和母亲，这些家乡人、家乡事，蕴藏着深刻的生活经验和人生体悟。齐君说，我是因为心里有一份情绪在激荡，不得不写时才写。每回我写到我的父母、家人与室友，我都禁不住热泪盈眶。拂不去的旧事给予我更多的信心与毅力。雨下得越来越大，母亲一起床，我也跟着起来，顾不得吃早饭，我就套上叔叔的旧皮靴，顶着雨在院子里玩。我把阿荣伯给我钓的小木船漂在水沟里，中间坐着母亲给我缝的大红布姑娘，绣球花瓣绕着小木船打转，一起向前流。日子就这么流过了，我想，如果我一直不长大，就可以永远沉浸在雨的欢乐中。然而，谁能不长大呢？自在不成人，成人不自在，所以使多情易感的齐君，越大越得通达人情。在《记》这篇散文里，我们于是就看到齐君，他把原来与他母亲为敌的姨娘，当作是来台以后唯一相依为命的重要亲人。这种转变，如果缺少齐君母亲慈悲的熏染，一般人恐怕很难办到。举个小故事来看，你就会明白。童年的齐君有一天，在他的老家的猪圈稻草堆里发现一窝鸡蛋，他很调皮，在每个鸡蛋上画上十字做记号。没想到隔了几天，邻家的老婆婆送来的一篓鸡蛋，里面居然都是齐君画过十字的蛋。齐君十分不高兴，母亲却教训他说，几个鸡蛋算什么，难得是人家有这份情义。记住，做人要厚道，厚道可以欺负啊。齐君说，
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母亲的好心肠。是的，我们在齐君的作品里看到的那个母心佛心的母亲形象是那么的细腻，其实齐君本身的亲切与母亲是相同的，只不过母亲似乎没有得到相对的幸福。母亲是一个朴素的女人，她常用的双妹牌生发油的香气混合着油垢味，直熏我的鼻子，有点难闻，却有一份母亲陪伴着我的安全感。母亲乌油油的柔发像一匹缎子似的垂在肩头，微风吹来，以溜溜的短发不时拂着她白嫩的面颊。齐君的母亲叶梦兰和他的儒将父亲潘国刚曾经也有过一段幸福快乐的婚姻生活，不过因为两人是指腹为婚，个性南辕北辙，后来也就渐行渐远。父亲甚至于在母亲30岁生日那一天带回来一个姨娘，伤透了母亲的心。再加上家中唯一的男丁，也就是齐君在11岁的时候用文言写的《寄兄文》，和后来用白话写的《哭哥哥，你的哥哥》，他不幸少年夭折了，母亲因此非常伤心。齐君从此常常看到母亲独自坐在屋子里，暗自流泪。即使如此，齐君的母亲对父亲依然千依百顺，她不怨恨，只是默默地承受。姨娘的皮肤好细好白，一头如云的柔发比母亲的还要乌，还要亮。两鬓蝉翼似的遮住一半耳朵，梳向后面，挽一个大大的横爱丝髻，像一只大蝙蝠铺盖着她后半个头。姨娘抹上山花牌发油，相逢示意，然后坐正身子，对着镜子，我站在边上都看呆了。齐君的父亲除了母亲叶梦兰之外，另外还娶了3位姨娘。这样的大家庭让齐君的童年生活充满戏剧性。著名的小说《橘子红了》就是以那个大家庭为底本，写的是每年母亲把最甜最大的水果寄给人在杭州的父亲享用，却只换来父亲信上一句：水果很甜，辛苦你了。这本小说后来改编为电视剧，剧情的起伏跌宕，剧中人的安分或不认命，再再引人憾恨。橘子红了里面的大伯父大伯母是齐君称谓上的父亲和母亲，因为如果还原到真实人生，他们的确只是齐君的伯父伯母，而不是生身父母。一直到晚年，齐君坦然面对了这一段令人鼻酸的往事。几乎就是这样，齐君把自己摊在阳光下，哀伤的也好，会暇的也有，幼年欢乐的居多，早熟而清愁的也不少。我喜欢齐君的温厚宽容，你也是吧。齐君是一个洞明红尘、通晓人情的作家，他所写的怀乡忆旧的作品一次又一次把我们带进那个烟雨江南、多情多娇的时空。随着他，我们也能以儿童的眼睛去端详那个大时代底下的国家动乱和家庭纷扰。他用纯净的笔触淡淡的处理原本复杂的爱恨情仇，他总是带着真挚的情愫诉说着他的童年回忆和周遭物事。齐君自5岁起
正是由家庭教师教认方块字。起先一天五个，觉得很容易。后来一天十五个，越加越多，越加越快。认字的过程开始变得辛苦，因为如果认错了，要被老师处罚的。所以启军开始装病，还赌气说：“那不读了，我到后山的庵堂当尼姑好了。”母亲说：“尼姑也要认字读经的，而且还要上山砍柴，更苦。”启军只好咬牙忍耐，继续认字下去。有一次默书不顺，把老师给惹恼了，老师飞抛出去的茶杯垫子不偏不倚的就打在启军的鼻梁上，痛得他涕泪滂沱，却不敢哇哇大哭。母亲以商量的口吻问老师，可不可以改以打手心代替扔茶杯垫子。从此启军不必再挨打了。老师让背错了书的启军跪在佛堂里，眼观鼻，鼻观心，自个儿反省去。启军往往跪得耳聋眼花，摇摇欲坠。有趣的是，罚跪的次数多了，他竟能在炉烟袅袅之中做起他的文学大梦。这位爱打人的塾师其实也十分有意思，他教启军走路要轻，以免踏死了蚂蚁。他相当人民爱物，一旦抓到跳蚤，总不按死他，他用碎纸片把跳蚤包起来，插进木板缝中。启军眼看板壁被插得密不透风，跳蚤是没有当场死啦，可是被判了无期徒刑。启军有一双去透世俗的眼睛，他更有一种调和悲欢离合的力量。他的文章不管长长短短，它那个基本的结构是都非常完整。它什么时候下笔，什么时候收笔，下笔收笔之间的这种承转的这个地带啊，你大体上来看，基本上的来说都是非常流畅的啊。那这个当然没有话讲，所以可以当作范本来阅读、学习、写作。我想这基本上没有问题。而且它的素材主要还是从生活周遭去取材。所以他没有那些太抽象的、太超现实的那些那个部分，所以因此他是比较易感，啊，我们很容易就感受到他到底说什么或者怎么说的这个部分，所以因此他很容易学习，啊，所以我想这个部分对年轻朋友来说应该是很珍贵的。文学有不变的东西，那不变的东西就是处理了一个作家文目见那些社会的现实或者自然的景观，他自己怎么去感悟它。对我们来说，这些感悟本身都是个启发，那就看你作为一个读者，你能不能从其中找到你自己要的东西。现实生活中的启军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启军的那个纯真啊，在晚年的时候，我是觉得特别可爱。那比较有趣的就是说，他常常会向我们投诉李先生对他不好啊。就对他很凶啊，不让他这样，不让他这样。那这个像这个撒娇一样，其实我相信那是他最幸福的地方。刚到台湾时，他住在公家宿舍，不过他分配到的地方原是公共澡堂，房间小，墙上满是水龙头。一到下雨天，水泥地板反潮，水龙头又不停地滴水，他却美其名为水晶宫。当时在这个水晶宫里还有一个简易的书房，那是怎样的一个书房呢？原来启军将木板放在沙发上就能写文章，于是沙发加木板就变成了一个书房了。启军还有另外一个书房是在火车上，他曾经在台中的中兴大学教书，为了一天三堂课，他往往得来回奔波八个小时，别人觉得不划算，他呢？他把一个礼拜以来没有读完的书报杂志，通通丢进一个大袋子里。于是坐火车的时间就变成一段完美的阅读时间，火车也就变成了他的另外一个书房了。启军平日看书不一定在书房，他认为必须养成随处可读的习惯，尤其他是一个家庭主妇，
你就抓紧时间来读书。他把书分作案边书、床边书、灶边书，还有侧边书，甚至于还有电话边书呢。在不同的环境下，随处可读，这正是一个聪明极了的方法呢。齐君是有名的急性子，而他的先生李唐基先生却是一个全天底下最慢条斯理的人。李先生常常对齐君说，跟你这个紧张大师一起吃饭要得胃病，一同过马路要得心脏病。又说，别人读圣贤书，第一要懂得那一片雍容的气质，而你却整天像热锅上的蚂蚁，在屋子里团团转，转得旁人心神不宁。事实上，李先生并没有心神不宁。齐君越转，他越是翘起二郎腿看他的报纸，从头条新闻看到分类广告，一点也不受齐君的影响。齐君说，这么一来，快得越快，慢得越慢，大家还觉得理所当然，理直气壮呢。这样事事求快又求好的急性子，正是促使齐君著作等身的重要因素呢。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一定会影响他日后观看世界的角度。齐君大学时代师承于国学大师夏承陶，他以飘逸的风范和淡泊崇高的品格引领学生。他教导齐君要乐读书本，又指点他作词、作文和做人是一样的道理。第一要至诚，至诚乃能顺乎自然，不至矫揉造作。夏承陶的词写道：“留与他年说梦痕，一花一木耐温存。”齐君所以能看淡世事纷扰，以温存的心细细品味生活中的喜与悲。齐君小春，小春齐君，悲欢童年往事，往事如梦般悲。一清早掀开窗帘看看，啊，好极了，又是个下雨天。